厨房小天地窍门真神奇。爱做面食的家庭主妇都有这个经验啊，天气冷了，面不好发了，怎么能够让发面不受低温的影响呢？我的窍门是在和面水上做文章，用温水和啤酒以1:1的比例兑成和面水，这样不仅可以缩短发面的时间，还能让发出的面又蓬松又暄软。广告之后，李铁刚师傅教我们做一道生煎双味鸡。名厨教做家常菜，窍门一点就明白。现在啊，这个秋冬季节要进补了，咱来一个啊，生煎双味鸡。没错，铁刚师傅在这儿。嗯，咱们先介绍一下主料辅料啊。嗯，主料呢就是鸡腿，哎，有一点圆白色的，哎，馄饨皮儿，馄饨皮，马蹄，马蹄。嗯，这边呢就简单了，盐、味精、糖、酱油、醋，还有一点泡过的花椒。哎，这个菜呀，啊，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它怎么能做出双味鸡。一个鸡腿，一种烹调方法，喜欢简便和美味的我们如何同时获得两种风味呢？先把这个鸡腿给它啊去骨，一定要顺着这个骨骼的这个纹路来做，哎，把关节刮一刮，然后一撅，主要呢是把它的筋呢，哦，给去掉，稍微刮一刮，然后用刀背呢，哎，一撑，哎，就行了，给它盛出来，然后用刀压住了，哎，你看非常的干净，哎，哎，把这个，所以这个动物这个腿啊，骨头都比较脆。去好的鸡肉呢，我们呢给它分成两部分，双味，把大腿部分，跟小腿连接处，切开，哎，一看这肉质还真不一样。小腿韧，大腿松，制作好口感，您要细细区分呀。因为小腿啊，如果啊，您煎着吃，它的筋络呢太多，我们今天呢用它做馅儿。馅儿，把这个给它呢剁了剁碎。哦，小腿虽然筋络多，但做起馅儿来可是口感丰富。当馅儿，哎，这是我第一次。讲好了，然后呢，来一点点的姜，放一点姜水也可以，或者呢，我们刚才泡花椒的花椒水，对对对，会很清香。或者点点黄酒都行。然后呢，给它加入一点，盐底味，来一点点味精，稍微的来一点点酱油，稍微的调一调，入个味啊。如果说啊，您觉得哎，这个鸡皮啊，我觉得它的油脂啊，我可以吃，您呢就放在里面，咱们在煎的过程当中呢，它鸡油里面的油脂和水分出来以后呢，会滋润这个鸡肉，更嫩，而且呢，选用鸡小腿做馅，一定是非常的松散，对，鲜嫩，对，好。我们弄好馅儿以后呢，馄饨皮儿，把它呢，像包馄饨一样，云吞包起来，哎，金黄色元宝，包在八个，包八个，将云吞皮儿前后对折，调转包成元宝形。这小腿儿就算解决了，哎，没错。接下来就是要生煎的，这煎里边就可以学了。鸡小腿包制的多汁云吞和鲜嫩的鸡大腿肉煎制起来的手法是否一样呢？铁刚师傅说，鸡大腿肉吃起来要层层入味。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大腿这部分呢，归着给它稍微归着归着，哎，好，哎，松松，不用放油，不放油，走，皮一朝下啊，哎，皮一下去就有水分油脂出来，对，然后呢，给它。翻过来哦，你看皮肉很好熟，哎，你看不用油，对，褪色了这皮肉啊，这就是生煎的手法啊。你看有多余的油出来了，对了，这个时候呢，哎，光煎不行，因为光煎呀，肉会老，对了，我们呢要加入水，对了。等于是三分煎七分浸，水呢逐渐开了，我们呢扔里一半蒜葱，姜，这很粗犷啊，让这个葱姜蒜的味道沁，经过煎煮，它就会有一种层次啊，然后呢我们放在一边沁它5分钟，你这边啊沁着，我呢做一下这个鸡肉的汁儿，
先切一点姜末。哎，这个呢要切的细一点了。嗯，葱，哎，你看葱花的切法啊，哎，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花椒，花椒是。我们把这个花椒捞出来，我们要泡好的花椒，我们把花椒呢也给它斩碎。为什么要泡一下呢？哎，切，好切，没错，切的蹦，对。是吧？花椒的香气出来了，而且我们这个汁儿呢，哎，您也可以多用，甚至于拌面，没错啊，都可以。对，香极了，也放在里面，我们就调这个汁儿啊，哎，加入盐、提味、糖，哎，好，哎，醋呢可以稍微多一点、啊，因为。这个季节对，可以多吃一点酸的东西。酱油，调匀。调好了浓厚的碗汁，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这煎香滑多汁的云吞的方法了。再拿一煎锅，点火。这个呢，我们要加一点点油了。等这个锅呀，达到五成热的时候，把我们刚才包的这个啊云吞。也生煎，这有点光贴的锅贴的意思。对，这手法我第一次看。哎，煎的时候呢，一定要小火，小火别煎糊了。您一看，表面有动静了，咱们就给它翻过来。而且这个鸡小腿做馅儿比较容易熟，哎，三分钟差不多。哎，一看就非常的松脆，逗人食欲啊。哎，这边也浸它差不多了，这边呢煎的也差不多了，装盘。我啊，先切鸡肉，先切鸡肉，好好好好，一铲这鸡肉，你看啊，非常嫩，哎，我们换一个熟食的板子，把这鸡肉啊稍微整理一下，给它垫底，那样好的地方呢，我们就给它放上面，然后呢，把我们煎好的云吞放在边上，调好的汁儿，理你，蘸着吃也成，这道。啊，生煎双味鸡就做好了。经济好吃的生煎双味鸡，您学会了吗？首先将鸡肉、大腿和小腿肉分开，将鸡小腿肉调成馅儿，包成云吞煎熟。鸡大腿肉采用先煎后煮再浸的方法制熟，最后切块浇汁即可。明天还是老时间、老朋友、老地方，不见不散，再见，再见。秋冬气候干燥，尤其是北方开始供暖后，人很容易上火。明天李杰师傅带来一款去燥的乳汁烧冬瓜，不要错过明天的天天饮食。